讨厌！我把那个打火机射进去，别去火。不要了！不要了！不要了！只要是能吃的，他都要。鸡也要抢点牛呀！这个。看嘛，上不去。哎，妈呀！哎，还冷。好傻呀！好玩的可以，但我没有这个。
哇，跟柳林一样调皮。这个好吃。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好吃啊！我想让他们知道。哎，他翻过来了。看看，他在咬绳子，他要被咬坏了。这只好活泼哦。太重，然后树枝上去了。那个树枝很轻，等不太动。哦，我感觉的感觉，哎呀，快要断了！哎呦，他那个快摔下来。这样也要？你现在准备直接压断，直接在下面剪，下面是石头哎。我也不要断。哎呦！哎呦！我觉得快断了耶。会断，会断，真的会断。仔仔，你现在是80公斤，也不是18公斤。两位小猪头。啊！好险哦！好险哦！折了一根树枝，然后给你滋溜一下就折了。